冯鑫，你我曾海誓山盟，说非我不娶，为何转眼又要娶李易容为妻？你不是说跟我一刀两断了吗？今日我与雨柔成婚，与你何干呢？你花言巧语，令我倾心相待，转眼又要与这个女人成婚，我绝不答应。什么叫这个女人？我跟相爷本就是一对。 是你突然出现勾引相爷，一次又一次把相爷从我身边抢走。既然是我们大婚的日子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董月，我不想与你多费口舌。今日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快走！我不，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 今日我必须把你带走，慢着。今天是我义女和冯相大喜的日子，这来的都是客，哪能说走就走？陆恒，今日是我大喜之日，不宜借钱。爹爹，你帮我杀了冬月，我立刻就可以给你玉玺。今日谁敢杀冬月，这个婚我就不结了。 玉玺就在这里。 你的冷漠，恨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不知道珍惜我。可是不管我多恨你，我都无法做出背叛你的事情。放心，你放心，不该给的东西，我不会给。 是活腻了，跟我玩！来人呐，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雨柔姐，雨柔，相爷，你别说话，我先点你止血。 只是想要一场婚礼，一场属于我们的婚礼。别怪我，别怪我。我不怪你，自从你救我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是我的亲人了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 这幅画，可我还是有了这幅画。我死之后，要将它妥善收藏。
玉玺到底在哪儿？没有玉玺，他们都没有活的理由。我知道玉玺在哪儿。放心，千万不能交出玉玺。现在只有我知道玉玺在哪儿。你放过他们。 带你去。侯爷，冯熙此人诡计多端，他的话不可信。自从我来到四宅，我的每一步棋都被侯爷算到，我已无力回天。我交出玉玺，是想求你保住我府里众人的性命。我愿意退隐山林，不再妨碍侯爷大计。冯熙，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你别去。小叔。相爷。 听话，好好保重。冯熙，别耍任何花招，否则他们都活不成。别耍什么花招。 侯爷，先别着急嘛，走。 冯熙带陆远桐不是去找玉玺了，他是想启动机关，把陆远桐活埋了。那小叔岂不是会有危险？相爷考虑周全，他一定知道机关的凶险。他是想……子渊，你身上还有飞镖吗？ 等着你先走，一定把小叔救出来。
我知道，你为了成全我，为了成全天下，选择放弃复仇，跟他们同归于尽。但是，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这一切的。 在我的掌控之外，搅乱我的部署。你把天下所有人都当做你的棋子，我也不例外。但是你忘了，我是一颗不听话的棋子。我乐此无悔，永不回头。是你让我尝到了举棋不定的滋味。 为了你这颗棋子，我愿意颠覆整盘棋局。被你利用也好，被你当做棋子也罢，能跟你一起走完这一局，无悔。但是这盘棋好短，只能陪你走到这儿，我不甘心。是啊。 但是我很幸运，因为我是你的冬月，你是我的风心。可是冬月。 我不想让你现在死。博信，你要干什么？博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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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博
相爷，相爷，相爷。
姐，叔，杜和庆，你没事吧？叔叔，叔叔，不要，不要，不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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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说好了吗？要一起去看夕阳，我们还要一起把情人节写完。完了还说要一起扫地做饭，一起看冬天花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丢下我？为什么？